真相会当甲我讲，是安怎子倩读大学，敢那读两年尔，无毕业？你这款态度是伫替某某人暗砍啥？即马是一只狗跳出来乌白飞，国庆，你看伊啊，这个水皮，我是为着子倩想的啦，这拢是你造成的啦。我一定要甲你原本设定好的完美形象规拢毁掉，绝对安排你坐一个你人生中坎坎坷坷、大起大落过山车。那我东俊跟柯晴的相片，麦克风啊，赶紧给播放室把相片拆掉。你是今仔在场的人发现讲伊的死是你造成的？不是安尼。林相会当甲我讲，是安怎子倩读大学，敢那读两年尔？无毕业，你这款态度是伫替某某人暗砍啥？即马是一只狗跳出来乌白飞，国庆，你看伊啊，这个水皮，我是为着子倩想的啦，这拢是你造成的啦。你哪有勇敢决心嘞？就快国庆道歉，你给我给我的不是苏西。你是安怎知影我讲不是苏西？我亲眼就看到国军去用枪弄死的，那是伊我。是我亲手把爸母砍去的，因为我是伊的妈妈。你即马先甲讲清楚，东俊是毋是我陈忠诚的后生？你莫听这小弟阿袂讲，我哪有可能替这款祸事害生囝？走了，你走了，你真正你啊！